在早期哈，比较农村时代，他们在玩斗蟋蟀是不一样，做法跟现在是不一样。哦，好大！他们玩的方式是这样子啦，是这样子。没看过？我有。如果老一辈子的人会，同班，这个小时候我就玩过。你要把它搞得昏了以后，它出来才对。切了，切让它这个变冷的。这玩意如果学不会的话，它会然后会拍死掉了。哦，你不要跑掉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跑掉今天一整集哦，好大只哦，真的好大，还好了，真的好大只。这一只是真正的蟋蟀王，这只超猛的。哎呦，头好大，蟋蟀界的拳王泰森，泰森。哎呦，咚！进场了，他要进场了。哇！哎呦，进场哇！跳跳哇！跳跳。这一只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卢文锦卢老师。啊，那他就是叶问。没有，因为他打很多个嘛。这个是这一只是卢文锦的最小的师弟，叫卢小小。好吧，好小，好像有这个人。好，各位，准备比赛。有没有看到他头大牙齿必然就大，对，好大牙齿。大的牙，卢小小现在是属于那个亢奋状态，因为他刚刚有暖身过。各位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可以打开没问题。一二，开工！加油！卢小小大战卢文锦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！他说我要打十个，一个打十个，一个打十个，一个打十个。呀，哦呦，我天哪！哦，卢文锦攻击，卢文锦攻击，好凶哦！啊，糟糕了！现在我卢文锦跟卢小小，我分不清楚了。我分得清楚。啊，现在卢小小的状况是怎么样？有虚虚是卢小小，没虚虚是卢文锦。哎呀，哎呀，卢文锦这边是卢文锦，这边卢小小，卢小小。哦，卢文锦，卢文锦在攻击，卢文锦攻击。卢文锦不怕师弟的进攻，师弟虽然比较年轻，但是他不怕。下下下下。啊啊啊！因为你啊啊啊！卢小小一直被卢文锦顶。顶到边边，又到角落，又到角落。Tyson好厉害，现在两队已经翻过来了，是已经方向都脱掉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要转身了，又要转身了。对咬，对咬，谁都不认输。现在牙跟牙两个扣住在一起，哇！所以你看师兄弟之间的战争呢，你看到扣住，先两只扣住，扣住，扣住 ，keep 住。缠着，跌倒，他跌倒。我那刚刚是好有耐心，刚刚是谁跌倒？哎，这个比咏春拳对打好看多了。刚刚是谁跌倒啊？吉米好看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好看哦！天哪！哎呦，谁翻车？卢文锦被翻过来，卢文锦被翻过来，卢文锦翻车吗？天哪！我这场好久，延长赛，延长赛，第八场，哇，这个咏春拳对咏春拳真的太辛苦，这场好久哦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和平收场，和平收场，好了，卖完 game 了，卖完 game 了，哦，哎，掌声给蟋蟀鼓励一下，哦。两位气势都没有输对方哎，真的哎，老师卢老师，你刚看的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斗蟋蟀啊，你们有一个，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。有怎么样秘密？蟋蟀你也有秘密？叶问最喜欢就看斗蟋蟀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所以他算是行行出状元哦，他养30几万只。哎呦，云青好像没有玩过这种斗蟋蟀对不对？没玩过，好玩对不对？现在小朋友很少看到斗蟋蟀了，对对。小朋友都没看到，所以他们以前呢有很多的这个罐子，就是为了要装这些蛐蛐的。对，现在谢老兄啊，他把他这个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教学，文化教学，对对，让要不然孩子们都没看过，对呀，真的。再次谢谢我们谢老哥，哎，谢谢。看完了蟋蟀。精彩的又来了，有啦，节目的后面就由我来介绍了。大东又来了吗？对，有这个厉害哦。你看，人小志气高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这样讲就知道了，不是大人，是小朋友啦。哦，这就厉害了，因为小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不断努力，即便受伤还是要继续努力迈进，然后得了全国第一。第一是什么？就是街舞队吗？对不对？是啊，街舞、哦、是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欢迎 TPA。2010年全国街舞大赛获得儿童组街舞冠军，来自台湾南部的 TBA 三位，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他们，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连大人都试探不如的舞技呢？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10岁，跳舞功力连大人也自叹不如。
的时间了、啊。这个长得很像谁？你嘛？高凌风高大哥的公子。哦，长得像，长得像。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高凌风高大哥的儿子啊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好。我们离他什么样子都来来来来，先跳完怕他们太喘了。哎，对对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苹果家族的黄国兴。哦，叫苹果，我怎么团叫苹果家？苹果叫 T A， 叫是什么？The Big Apple， 大苹果，大苹果，大苹果，哎呦，好特别的团名哦！对对对，不错。哎，你好啊！哎，帅哥，来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胡宗汉。胡宗汉，啊，个子小小的，你几岁啦？我十一岁。十一岁啊！哇，哟，哎，十一岁，十一岁为什么那么小啊？也算迷你片啊，对啊，狗有大丹，你有吉娃娃嘛？所以你跟你同学比一样，十一岁比起来，你是不是算比较小一点？对，坐第一排哈，十一岁。但你会做动作比他们更难啊！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十三岁。我等一下差了，差了，我再差下岁啊！哎，我先今天古天爱给你们管。我们叫 Brian， 布莱恩哦。那我们来现场来，每一个人都来表演一下。对，听说都会 solo。谁先来？谁先来？谁先？谁先？你先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帅哥。好，我们来欢迎黄国兴带来的 Hip Hop。算是蛮 soft 的，哎，对，软的没有舒服的，很彪的那一种。来来，第二位要 solo 谁？哟，哎，帽子戴起来了啊！我也是，买口罩来，胡宗汉 ，Let's go！ 跳舞跳到赛颜值是，哎呦 ，Lucky， 哦耶，哎呦 ，Lucky， 主战的锁舞，哦，耶。B-boy， come on， yeah， oh， B-boy， B-boy， B-boy 最辛苦就是练舞，都是全身都是伤，真的。哇哦，哎呦，难度都很高，压力好好。跳舞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当然真的，找到这个体力上有一个宣泄的一个方向，没错，这个是非常好。而且一跳舞啊，整个人身体啊，看起来我们旁边看的都舒坦。对，不要说他们跳的了，表演精不精彩？一颗掌声，再给他们一下，再次谢谢我们。